边的小伙伴，这里是心灵家园社区，是心灵家园的小猫。今天是有一个非常隆重的 party， 是我们麦克老师的生日。那么在我们原计划是在6:30准时开始，在开始之前呢，我带大家先探秘一下，现在各位小伙伴准备的怎么样了？现在我是在海南的我们心灵家园线下课的会场，会场外面，我带大家一起探秘。现在老师呢在里边去在给学员们上课，那还有一些小伙伴呢在准备今天晚上麦克老师的生日 party。那在开始之前呢，我先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些小伙伴在准备的怎么样了，带大家去探秘一下，跟我走 ，Let's go。切换一下，大家看看，现在我们背后的峰哥是峰哥在准备，我先把那个画面切换一下哈。Martin 来了 ，Martin 帮我切换一下画面。哦，外面的那个吗？谢谢。好看，峰哥已经在准备今天晚上的 party， 都大家在准备我们事先安排好的节目，准备晚上给老师一个惊喜。那这是我们可爱的小 Martin 的现在的小粉丝已经很多了，他也在准备。对，我们看看里面在干嘛。哇，好像大家都在准备。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麦克老师生日 party 的会场，主会场。那所有的小伙伴都在准备今天晚上的节目。现在老师还不知道我是今天晚上的 party 是怎么给他准备的。线上的小伙伴也可以来互动一下，你们觉得怎么样给老师过生日是更加有创意，更加有惊喜，更加能表达我们对老师的爱和感恩。谢谢大家，我们先在这里探秘一下看看。那这是小兔子和阿丽莎也在准备。好，我们先固定一下镜头，大家紧锣密鼓，因为大家都是平时在线上，那么比较难聚到一起去，所以呢我们排练就是一件方便的事情。那大家也就是到了海南这个时间的，在海南这个阶段是见缝插针的，赶紧准备了一下晚上的节目。那现场的这些布置气球都是刚刚的小伙伴们，对，刚刚所有的小伙伴们去自己吹、自己布展的，全部是手工、人工布展的。对，在直播，我在发群发圈，大家还有漏掉的帮我发一下。来，我们看到戴红，我们的戴红小帅哥，戴红现在在线上的粉丝有好多啊。是啊，戴红很害羞，是我们家园的男神之一，我们的男神老大。脱给你们看，脱完了里面还有老大，这个脱的不真诚，非常的不真诚。我们东岭哥今天晚上有节目表演哈，东岭哥是我们的客服大总管，对，要对接好多好多的事情。
先大家看到的也帮忙一起大家转发。我现在呢，因为大家都在各自忙各自的，所以我目前来说没有人手帮我转发我们的视频直播号，所以我现在一边手持直播机，一边我要自己去转发一下。好，所以大家可以先静观一下，我先容我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哇，咸鱼丽想你的赛门了吗？那我帮你去看一下他的近景。有一个男生想你了，咸鱼丽。你看咸鱼丽受伤了没有？好，谢谢 Echo。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好忙，我刚刚手动去发，如果大家帮我发一下，我就先专注在给大家探秘直播上哈。我们替老师保密，然后线上的小伙伴也发挥你们的脑洞，看一看我们还有什么惊喜可以给到老师啊。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去准备一些各自的节目，或者怎么样的表现形式可以让老师得到真诚我们的爱，或者就是表达我们的心意吧。那我们再看看老师在干嘛。一个房间是小伙伴们在琢磨苦的准备今天晚上麦克老师的生日 party。这也是老师从去年回国，也就是正式我们家园那个建立家园成立家园以后的第一个生日。我们看看老师在哪里。老师还在这里悄悄的上课，我们悄悄的。另一个会议室，这里的小伙伴们正在上课，所以我的声音要轻一点。元气老师还在认真的上课呢，他都忘了我，都不知道我们的惊喜。对，我们悄悄的，线上的小伙伴也可以留言，你们有什么好的点子可以给到我们？对呀、啊，也互动连麦送祝福哦。我在这守着老师。元气是给我们看一下这边。在直播间里留言，对，小孩子，我们不让老师知道，给他一个惊喜。好，线上的小伙伴也可以留言，你们想先在这里多停留一段时间呢，还是想去探秘间看看老师，给老师准备节目的小伙伴们？谢谢清江水，谢谢咸鱼丽。咸鱼丽，好多人都好想你，希望你早起来到海南。打响餐厅的知名度，让商品有机会行销全国。但是此时摊位还是一团乱，肉还是很多。但是麦克和克里特彻夜留守，希望可以努力加速。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海南市的线下课上。我们现在两个会场，一个是在这里，老师在带大家讲课，给大家讲课。还有一个会场呢是，还有一个会场呢就是小伙伴们为今天晚上的晚宴在做精心的准备。啊、好，那我会两个会场同时的切换。元气花呢，我们6:30就会课程结束。那看看老师现在是，会给大家去讲多少？因为每一次老师讲课呢，都希望能多讲一点。那么我们刚刚谢谢天使的礼物，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这里是心灵家园社区视频号。今天晚上是我们麦克老师的生日 party， 那在一个房间呢，老师在带大家去继续海南的课程的第一天。
那另一个房间呢，是小伙伴们精心为老师准备的今天晚上的生日 party 的惊喜。那我继续带大家两个房间切换一下，看看我们再来到了准备晚上生日 party 的场域。昨天小伙伴看完足球在这里排练到凌晨三点多，然后回房间睡觉，估计都四点多了。那么现在有的小伙伴还在精心的准备，我们看一下每个小伙伴在希望能给到老师一个不一样的生日，也是老师这一年应该是说第一次跟在心灵家园过生日。对，这是峰哥和 Martin， 这是 Alisa 和小兔子，哇，美美的两位小美女，哇，对 ，Hello， 我们最美的天使，对，看看大家都在，我们这个房间的小伙伴都在悄悄的为老师在准备今天晚上的 party。线上的小伙伴，你们有什么好的点子也欢迎在互动区留言，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更就符合更我们家园是提倡的是创造性，还有更什么更好的创造性，欢迎大家留言怎么样给老师过生日，今天晚上有什么样的惊喜，什么样的，对，老师还在认真授课呢，然后我们这边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起来了，所以谢谢明明来啦。哎，对，现在是生日 party 之前，我们心灵家园视频社区小猫带大家去两边的探秘，一面是Martin 每周有直播，对，别忘了 Martin 的直播是在每周一，对。然后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心灵家园视频号先带线上的小伙伴两边的探秘，一边看看老师认真的在那边授课，完全不知道我们这边的场域的布置，也不知道我们这边准备了什么样的节目，也不知道我们给他过怎么样一个生日，因为今天是老师在心灵家园过的第一个生日，我们也希望能第一个，那哦，线上吧，对，去年还在美国是吗？线上，对，在线下是在线下，对对对，明明，谢谢明明，谢谢 Echo， 有没有可能？定一个时间大家一起现啊，好棒哦，谢谢 Echo， 对， Echo 也是，那我们采访一下今天生日的总统筹加卢老师，我相信加卢老师线上现在有个问题、哎、Echo 说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定一个时间大家一起开麦，线上线下一起祝大家是祝麦克老师生日快乐呢？当然可以了，太好了，谢谢 Echo， 可以了，听到我们今天的总统筹总策划的回复了，太棒了，这个那个权利全部交给主播随时都可以 啊太好了，那就谢谢加卢姐授予的权利，那一定满足，必须满足啊，太棒了，期待啊，加卢姐真漂亮，是的，加卢姐完全现在已经是一个才华美貌兼那叫怎么说啊，才华与美貌兼备，太棒了，哎，今天晚上有要跟线上线下联动直播，祝老师生日快乐的，提前准备好，估计今天晚上的热线是要抢才能进得来了。谢谢 Echo， 谢谢明明，谢谢静若秋华，啊，袁蓉来了，谢谢大家。哎，刚刚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大家好，这里是心灵家园社区视频号，我是心灵家园的小猫。对，今天是我们海南线下课的 day one 第一天，那今天的课程除了课程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盛大的 party， 就是麦克老师在与家园线下过的第一次生日，那有一部分在加卢姐的带领下，我们准备了一个生日晚宴，那有一些小伙伴也为此而准备了一些节目，那当然这些老师全部都不知道，就是我们的首席摄影师小庄，那老师完全不知道今天晚上的 party 晚宴，老师自己今天晚上还安排了很多的课程和练习，我们决定给老师直接抢过来，就是他今天晚上不许上课了，要做直播了，要做过生日了，老师我们再看看老师还在另一个房间在给同学们上课，我现在小猫带大家去老师的会议室课堂，让这边的小伙伴们安静的继续准备吧。
这些小伙伴们来了，来到海南已经准备了，因为每天本身工作要工作凌晨两点到四点，那么在准备的时间也是非常少的，所以就是昨天在球赛结束之后，又准备了排练了一遍，合练了一遍，大概合练到三点多钟，凌晨三点多。谢谢刚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谢谢爱江山天使的礼物心流。好，我们现在来到会场了，因为会场呢老师在讲课，所以我的声音会非常轻或者不发出声音，那大家可以两边切换。那原计划呢六点半其实课程已经结束了，那每次老师的课程都是想尽量的多的能输出给我们同学们一些内容，所以今天貌似也会拖一点时间，我们进去啊，悄悄的。现在小木带大家进到了老师的教室了，那同学们还在上课，梦看现在的情形估计短时间内是结束不了的了，那那边的小伙伴正好也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去排练，我这边呢小伙伴继续认真的听课学习。那我们的课堂不一样，是我自由的课堂，想怎么听就怎么听，想躺下听，想坐着听，想站着听都可以。谢谢袁琪。是的，明明，我们今天晚上决定绑架老师继续来。老师的今天还安排了满满的练习，我们决定绑架他，跟着我们走。对，大家不要走，一会儿有更精彩的节目。老师的课程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带到他去隔壁的生日 party 的现场，看看小伙伴们到底给他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今天晚上的生日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也是麦克老师在心灵家园信国内过的第一个生日。谢谢明明，感恩你们，今天晚上要连线哦。元宝宝在老师这边，我们两个分头行动，同步信息。所以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不要离开直播间哦。今天晚上我们会有更加精彩的 party。欢迎张燕进入直播间。那现在老师的课程还没结束，所以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待老师上课。欢迎米丽珊老师，这边课程今天的课程下午会一结束，我们就会绑架老师到隔壁的party现场，然后看看会给到老师什么样的一个惊喜。那也欢迎线上的小伙伴给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创意，晚上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能把今天晚上的party过得更精彩，今天晚上的生日让老师印象更深刻，老师今天会不会流眼泪呢？克里斯汀说，因为昨天晚上十一点他通知过麦克，但麦克在意的是考虑一排，所以并没有放弃过程的体验。浩哥也在那里认认真真的练歌，我看每一个人都在认认真的练歌。今天晚上的 party 总策划是嘉龙姐。谢谢。谢谢王建飞先生进入直播间，谢谢王建飞先生送的爱心。好的，元气宝宝给我们同步信息，这边课程一结束，我们那边就开始准备起来。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再过几个小时就把擂台交给评审成员，但是现在团队成员没有任何的准备，烤制肉排的时间大概是在45分钟左右，同时还需要30分钟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肉排擂台。谢谢大家的爱心小赞赞，我们都会转达给老师。格伦在第一次见到麦克的时候，他的独门将要可以在擂台上帮助团队脱颖而出，而现在格伦很期待麦克可以给自己带
我们是要让老师过一个非常难忘、非常开心的一个生日，所以谢谢谢谢王建飞先生。好，我们看到我们的会务总那个总统头，又是总统总，但是实际上他叫我们叫他老板娘，谢老板娘。老师课上还没下课吗？用来拖住他，他先啊，给他一个惊喜。对，那边也差不多了，老板娘拖住吧啊。谢小姐是我们每一次会务的酒，包括从酒店吃住行，然后我们商场会议有进有出，每天都有进有出的这些总的会务总管都是谢小姐，所以我们叫她老板娘。包括深圳下区、深圳社区的场地呀、啊，到装修啊，到像一个家一样的所有的准备筹备，到锅碗瓢盆都是老板娘去采购的，包括我们在深圳的每天的能量餐都是老板娘采购的。所以我们慢慢的就叫谢小姐为老板娘了，啊，她真的是一个超级能干的老板娘，啊，谢谢。所以线上的小伙伴有什么好的创意，有什么特别就是给到老师真诚的一些生日祝福什么想法，都可以在直播间留言。欢迎张彪进入直播间，啊，这是小陈。小程也是我们的共建者之一，哎，安安，小程是吧？今天晚上这个对小程安安都是我们的共建者，也是心灵家园的忠粉。他说他本来是在隔壁上课，说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秘密。原来他们很多学员都以为今天晚上的课表是练习和讲课，没想到我们要绑架老师到隔壁房间做 party。啊，峰哥也在用心的准备。我们看看，我们采访一下峰哥吧。峰哥准备的怎么样啦？可以了。峰哥说，他已经爱疯了。是吧？准备想把老师搞到什么程度？今天晚上。把老师搞到。谢谢峰哥。峰哥也是我们今天的演员。看看，来看看我们的主持人，小主持人，哇，太美了！我们的主持人怎么能美到这个份上？哇，是不是心灵家园的主持人，头牌主持，美到不可啊！欢迎郑秋梦想，现在大家是不是都非常期待晚上的 party？ 对，我们看到佳璐姐还在还在那个导演今天晚上的晚会，我们看一下，怎么样？线上的小伙伴已经提前看到了今天晚上的节目，这就是我们的探秘。看看我们的总导演这个气势，佳璐姐的气势完全是一个总制片人总导演的气势。 Vicky 帮我们换一下我们的伴奏，我们的伴奏在下一曲，是吧？大家都想看到期待老师的经验。哦，对哦，是不是要给老师披上一件不一样的外套？这个好像我们还没有准备。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我提前带大家探秘今天晚上的 party 节目。我相信爱是必然中的偶然，为此我等待。还有两个麦了，能不能给我们呀？啊，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其实大家不要以为是业余的哦。无论是我们的主持人阿丽莎，还是我们的总导演佳璐姐，他们都是在这个节目上大型晚会上有过非常丰富的经验，都是专业级别的导演啊和主持人啊。啊，艾扣说要搞一个搞笑的帽子给或者衣服给老师直接披上进来，有吗？我们？然后给我们传麦的话，留着场的就不要。对，看看我找一找有没有搞笑的帽子哈。夜华来人间，历劫的日子哦。我相信，让你受苦了，上帝造人一定是成双成对的。谢谢荔枝。所以寻找。
我相信爱是必然中的偶然。为此，我相信欢迎粘人的小妖精，欢迎 Happy。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这里是心灵家园社区视频号，我是心灵家园的小猫。我现在在带大家探秘今天晚上的 party 节目彩排中。我相信一定有个人守护着我的心的另一半。这位是我们的小 Martin， 峰哥。他有着与我同样的小兔子，我们的小兔子，在夜里守着同一份孤独，在孤独中幻想，在幻想中朦胧，在朦胧中见我，就像我见他。对哦，谢谢张彪，一会儿我去问一下哈。我相信一定有个人已经与我不远。当我这一切都呼唤着他的时候，他也正焦灼的呼唤着我。对，咸鱼丽说的非常正确。去年是在线上，去年过生日的时候，老师是不是还在美国啊？一定有一天，不记得了。在某个神奇、美妙的瞬间，我们相遇，并相见，并一眼相认。你别补了，我要都补成你的，就别补了。并一眼相认，含着泪。爱我，就像我爱他。然后这时候是放视频还是放视频？放视频。哎，不然这时候是音乐还是切蛋糕？啊，把那个门打开，蛋糕从那儿过来。蛋糕订好了是吧？到了吧？到了，在门口。蛋糕，哦，线上的小伙伴，那我再带大家去看一看蛋糕，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蛋糕是什么样子的哈。反正我们已经线上提前开始了，我们就提前探秘一下。啊，大家看到这个美丽的大蛋糕，但是貌似里面啥也看不到，都不重要，是吧？好，那我现在再带大家去前台看看能不能拿到刚刚 Echo 说的这种魔法生日帽啊什么的。哦，老板娘出来了，老板娘每天都在忙忙碌碌的安排房间。我们的酒店非常的漂亮，这是一个，哇，这个这里的别墅实在是太美了，而且老板娘也给我们谈到，东林哥好，辛苦小哎，老板娘也给我们谈了一个非常好的价格，而且的别墅不知道大家前两天有没有看过，因为昨天是袁启帮我们一直在采风，应该是看到了。环境也很美，酒店也很美。哇，是天黑了，我们看看门口。昨天天非常冷，然后我记得元气宝宝也带我们去看了一圈的我们所有的房间呀、啊、和酒店的环境。哇，天已经黑了，现在已经6:44，老师还在会议室用心的上课，还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下午4点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海边晒了一会儿太阳。哇，这里的海实在是太纯净了，因为这里人并不多，所以它跟大东海、亚龙湾和那个的海还不一样，非常的干净。那我们的别墅也是非常的大，我们的别墅里是可以有7个标间，然后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草坪的院子，我觉得养好几条小狗都可以了，跑来跑去的。这是我们的主楼，我们的别墅区，我们目前都住在别墅区的比较多，然后有一部分小伙伴是住在主楼区。对，我去前台去看看有没有魔法棒，给老师拿一个。Echo 说的太棒了，我们这样一个团队来是可以帮助做宣传的哈，而且我们的课程大家都知道不仅仅是课程，我们真的是像那种向往的生活一样的一个真人的综艺节目。老师一直是希望我们将来还会有一档节目类似于韩国的那个真人秀的综艺，那个叫地狱岛和对吧，是叫地狱岛，老师前几天带我们看的，做成那样的一个真人秀的社区生活也很有意思。麦克宝宝还在认真的培训，
不知道几点下课啊那边。大家先跟着我去大堂去看看帽子吧，貌似老师这样要上到七点了。老师每次讲课都是这样，希望哎呀能多讲一点多讲一点再多讲一点，大家难得来一次。欢迎进入心灵家园社区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海南线下课的第一天，然后今天晚上呢老师原计划是有一些课程和练习的，但是由于今天是老师的生日，你好，所以我们觉得这是糖啊，所以店里是那二很多丰富的节目，希望大家能玩来。今天我们直播也是很多人现在说都不会玩，也希望大家在玩行出来玩，能会创造玩。我们其实是玩的还没有孩子会玩，因为这个创造力其实束缚住了。好呀，有个快上。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明明说一会儿拿彩带和蕾丝变蕾丝变形绑走就好了，有道理哦。我问一下，你好，请问你这个发卡能不能给我一个？我们今天晚上有人过生日，借用一个，好吗？有没有就是多余的？只能自己一个人，那个啥，对。哦，那可不可以谁借给我们一个？因为我们领导会去啥的，我们得带着，没办法。哦，他就是必须有带着。对。就没有在值班的也没有吗？那有什么那个魔法帽啊，那个帽子啊什么的？嗯。就我们就借用一下过生日，我们不是在过生日吗？没有啊。哦，我看一下。啊、哦，东岭哥，东岭哥咋上？小卖店，因为今天呢，大家都非常忙，每个人的任务都很多，所以现在我就没有找不到人手帮忙，我就只能边直播边去看看有没有，线上小伙伴又提出了很多好的想法，所以我看看我自己能不能来采购一下。请问有什么帽子吗？不是这样的，就是圣诞帽啊什么的。圣诞帽没有。啊，没有啊。啊，都是防晒帽是吧？好的，谢谢。谢谢咸玉丽。东岭哥也在准备节目，每个人啊都好忙哦，今天。都没有哎。没有的话，你可以在美团上面点。我们就一会儿就用一下。来不及了，嗯。是吧？啊，好像。实在都没有，就这样吧，就只能这样了。楼梯怎么走呢？楼梯我比较可以从那边走。哦，好的，我要继续上 M 楼。好，好，谢谢啊，大家都好有才华呀。上一下一楼。稍等一下，我现在继续带大家进会场哈。哎呀，那就先看看我吧，因为我们现在在电梯里。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谢谢 Vicky。现在是心灵家园社区视频号，我刚刚下去看看能不能采购到一些比较好玩的帽子啊，或者丝带什么的。一会儿我们可以把老师绑架过来，来参加我们的 party， 晚上不让他上课了。劫持老师跟我们一起逃课好不好？谢谢袁琪，谢谢静听，谢谢天使的礼物，小龙人，谢谢 Echo。 那老板娘在商量啥呢？看看
对，我现在上来了。嗯，我们今天晚上带着老师一起逃课，其实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在讲师班的时候就曾经绑架老师逃课，当时是我先带着老师去出来，后来袁琪也过来我们一起，然后老师还在不停地看手表准备去到时间上课呢，结果我们直接，我和袁琪直接把他给绑架走了，让他把他带去玩了，所以我们是在玩中学，学中玩，学习一定不是仅仅在课堂，这个我们家园的人都是认同的哈。我们学习修行，修行学习，好。那我又来到了我们的会场和我们的晚上的 party 的现场，我们再切换一下，看看他们在干嘛。好，浩哥和小兔子在准备今天的节目，讲课。对呀，我们应该讲课的时候就把他绑架走，不能等着上课啊。上一次绑架老师逃课是下午课开始之前，老师不停地看手表，然后老师你不要看手表了，现在是绑架，老师纹丝不动的让我们把他带走了，是在讲师班的第三期吧，然后带他去参加我们的时装秀。彩蛋用彩蛋，好，太好了，我把这个看看，要不和老板娘讲一下，老板娘在忙晚上的餐，还在沟通中，看看袁琪在现场吗？袁琪，现老师现在讲课讲到哪里啦？袁琪宝宝，我跟袁琪是分别是在开会的现场和晚上 party 的现场，我是到处去探秘，然后我们同步，估计七点左右结束课程，那也快了，现在53分了。嗯，他这个不能说这一切前两个小时之前到现在他的真实身份揭露之时，阿杰感到恍惚，感到难以想象。还好格伦对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格伦怕有人觉得自己被利用，选择也都了之。格伦真心不希望团队成员觉得自己在利用和欺骗他们，因为他对团队成员都是真诚相待，之后也会把公司平分给他们，也希望用公司的价值去回报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是的，元气宝宝一直超可爱，估计七点左右结束课程。那我们就现在还有7分钟，我们就把直播间放在老师的课程这里，然后等待课程结束把老师带到会场。本来想采访一下大家，但是莫斯每个人都很忙，我们看看谁有空的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来，这位我们某音的心灵家园某音的主播还在吃呢，注意形象，主播的形象请注意，优雅优雅。来采访一下，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有做直播？刚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大家好，大家知道我们心灵家园有高维意识直播间、心灵家园社区直播间，还有我们明涵主播的某音平台的直播间。来，现在只有你有空接受一下采访吧，对今天老师的 party 有什么期待？觉得首先这一个生日宴会是大家对老师爱的一个祝福，而是爱的一个表达。咱们这一次生日宴会大家准备了很长时间，但是作为老师呢，是希望我们不要这么太那啥，我们花时间在这个工作上，可能其实是战况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对老师的祝福。同时，格伦在网上之后，居家的模式降表，放宽销售渠道。同时，餐厅工作人员、餐点还有资料的收集，而资料记者杨立刚、陈毅经纬和车站群场的介绍。谢谢我们的明涵主播。我们明涵呢？大家了解明涵都知道是个非常真诚可爱的姑娘，谢谢。为什么要拖啊？可不可以把老师直接带过去啊？老师今天晚上还安排了
课程对吧？对，老师今天晚上安排的课程还不知道我们准备的生日 party， 那七点钟预计应该可以结束是吧？那边是什么大招惊喜呢？能透露吗？还不能。好的，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不要离开哦。我们这边课程结束，隔壁会有一个，刚刚明涵主播说了，会有一个大招给到老师一个惊喜。那我们就先安心的在老师的课程里。貌似明涵主播这个筋，吃两根辣条也压不了。啊，现在这里，明涵主播他有一个很好的手机支架，都不给我用。那、啊，他有一个很好的手机支架，那叫什么平衡架，不肯给我用。当然不是啦，现在我是用的。看一下，我们以为在你那里呢，好吧。好，那新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大家不要离开哦。我们这边老师的课程结束之后，就有几位我们的共建者会把老师劫持到隔壁逃课，或许今天晚上不上课了，劫持到隔壁的生日 party 宴会现场，给老师一个惊喜。不吃了。谢谢鸿飞，谢谢微风，谢谢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我们在等待这边的课程结束，然后加入那边的心理加入隔壁的生日 party 现场，所以现在我们都在这里等老师。我先去拿一个充电宝啊，确保手机今天晚上全程有电。去拿一个充电宝，确保手机有电。充电宝我这儿有呢，充电宝我这儿有。我给你发语音，你没听啊？那你就把耳麦假音拔了吧。我跟你说了，下面这个插桩上有充电器。我苹果的充电器哪能拿走？这是我的充电器，谁拿走？大姐，那不是吗？把这个线拔下来，插在那上头，不就连上了？来不头，插充电宝上呀。可能认为大家作为团队成员，都有权在公司里进行一致，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更有发生间的沟通工作，这也将有助于来去打扫。乔帆愿意为小公司贡献力量，跟团队。
前面的都是宣言，你可以想一个这样。餐厅部分用货币将会流入基金会，因此可能也会捐款到基金会，是常规的工作。这是协助审核与创业者资金的方式。接着，格伦找来了团队成员，在决定每一个人报酬的同时，也需要确定未来他们在餐厅的角色。帮助他，对呀，代表格伦。你这个不好用吗？来来换一下。充上。当然，格伦也没有忘记克里斯。格伦给克里斯$5,000作为答谢，并且也点出了克里斯身上的缺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最后找了克里特作为感谢对你带来的帮助。格伦也同样给了一个报酬。而对于克里斯汀，虽然最后是不欢而散的，但格伦还是决定给克里斯汀$10,000作为感谢他这段时间来的辛劳。接着，格伦找到了麦特。格伦认为麦特和阿吉是代理小。无论是内陪节又或是中方餐厅，但是总会在关键的时候车上马上就要对他关注，能听到麦特的领导不行，他希望把餐厅交给麦特来管理，因为格伦认为麦特是值得托付的。同样在向麦特合作，课程马上马上就要结束了，哪怕是在团队建立以后依旧在努力。谢谢明明，同样开出了两万的资料，表示充上了吗？充上了，我们充一会儿电，确保今天晚上电量足够。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大家先不要离开哦。很多人都会课程结束，我们就要给老师绑架到隔壁的 party 的直播间逃课，集体逃课，然后给老师过生日。老师完全不知道另一个场地在做什么，也完全不知道今天晚上的内容节目。球球来了，欢迎球球，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这里是心灵家园视频号，今天是我们心灵家园海南线下课的第一天，我们在做一些花絮的直播。同时呢，因为今天是小声好，因为今天是麦克老师的生日，所以老师原计划今天上课的内容我们给他打乱了，我们悄悄的在隔壁准备了一台生日 party， 希望能给老师一些惊喜，能让老师感受到在心灵家园过的第一个线下生日的爱和感恩，大家对他的爱和感恩。那么现在我们在会场这里，老师的课程呢，今天的课程也快下课了，等到老师一会儿下课，我们就会把老师带走一起逃课到隔壁做今天晚上的生日 party。 对，好多人进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又有什么样的神秘的策划。对，明明说绑之前喷香香哦。你看到了社区里的人无私的帮助他，这让格伦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无聊的主妇，对于这些人希望小如陪海办品牌以帮助更多的人。他也表示他感觉餐厅很棒，内排也很好吃，气氛也很温馨，这些环节对于品牌来说非常重要。好的，谢谢丁老师，一定亲口跟老师说一下。哇，艾克好可爱哦，艾克绑架开始，期待看到老师，就像上一次我们绑架的时候，老师还在那不停的看手表，意思告诉我上课的时候我和袁琪那里聊啊聊，然后老师还在等着去上课，然后我们跟老师说不用看表，老师现在是绑架。今天好的，丁老师一定转达给老师，谢谢 G6268 太瘦。
祝福麦克老师的生日，谢谢。谢谢大家。跟我一起玩。将投资100万，也十分感谢团队成员，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谢谢刚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啊，我们的今天晚上总导演好漂亮哦，看看嘉璐姐，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总导演，谁开始绑架？悄悄地跟线上的小伙伴说一下，在我们课堂的会场，在这里看住老师的是延启小宝宝，延启会同步给我们老师这边的消息，然后你还有扎克都在这个会议室，其他的小伙伴都在另一个，其他小伙伴都在另一个会议室，在准备节目，准备惊喜的彩蛋。我们今天的小朋友太小，才3岁，对，还做不了。好，看看我们的男神，我们的今天的生日主。好，开始喽！哇，我们的明涵，我们的主播好漂亮哦，今天嘉璐姐太美了。嘉璐姐今天穿上了蕾丝袜。对，看看我们的暖阳，我们暖阳好可爱哦。看看老师还在认真的上课，完全不知道隔壁发生了什么。我们一会儿，我们的摄影机会是一直从现在开始会一直跟随着老师。好，对大家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不要离开哦。我们从现在开始，我的直播机是一直跟随着老师的行动路线去走。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对这个主人公来说。线上的小伙伴还有什么好的绑架招吗？不知道，老师开始很认真的把今天晚上的课程练习一条一条的发给了我们，还告诉我们准备什么。他完全不知道今天晚上所有的同学们没有打算上课。不知道老师知道逃课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其实就是来寻找孩子，他什么都不缺了，但是他缺的就是人生的价值。然后他通过自己的一个创业，带着当地人的创业，他找到这是他的意义。所以说我们所有人在做我们的事情的时候，看似是为了自己，他最开始也是想证明自己，对不对？证明我可以55岁的年龄啊，如此的高龄还能再次创业，对创业来说这样。所以说我们看完这个东西，这里面的很多的方法和技巧，比如说怎么跟团队组建团队，怎么跟团队沟通，怎么在压力下工作，你可以看到他的压力是巨大的。他挺谢谢明涵主播，给大家看一下明涵主播给我送了一个最新的最好的一个自拍杆平衡器，先别走，我不会用啊，太先进了，我先试一下，看看他们在隔壁还在准备精彩的彩蛋惊喜。我先换一个自拍杆。问题是我们在做的，我们能不能组建自己的团队？我们能不能合理利用自己的人脉？合理利用现有的资金？我们能不能？我们明年一年，我们个人的团队能赚到100万？我们实现年入100万，可不可以？可以。对，亲爱的刘新宇，我们是在海南现场，今天是心灵家园的海南线下课，5天财富公修课和的第一天。看一下啊，这个自拍杆。啊，张彪太太可不是当个老师太不容易了，老师在那里认认真真的在背课件。殊不知所有的小伙伴们都想逃课，太可爱了，家人的伙伴就是这么可爱，这么创造力，心走心流，家人的都是走心流状态。所以说我们今天邀请大家，
而且还要直接，对，我们好像是不是不要把老师玩得太过了？没关系，加点青涩组织，心流状态。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这里是心灵家园社区视频号，我是心灵家园的小猫。我现在在我们海南线下课的现场，今天是我们海南线下三个课的第一天课程。那原计划呢，今天晚上我们是继续的课程，因为大家上过心灵家园的课程的都知道，我们早上是练习动态练习、动态静心练习和一些疗愈的练习，上午下午都是主课程，晚上还有一些疗愈的练习。那么今天晚上，对，因为老师在前面讲课，我没办法过去去做直播，声音会吵到他们，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是刚刚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可能还不知道，刚刚我是在两个地方切换，一个是会场，一个是晚上给老师惊喜的一个 party 现场在做切换。那么今天晚上老师原计划也有一些疗愈的课程，那由于今天是麦克老师的生日，所以很多小伙伴秘密的举办准备了一些生日晚宴，准备了一些节目，所以呢一会儿我们等到老师课程结束，会有几个小伙伴把老师直接绑架到隔壁去，我们集体的一个逃课，准备了一个今天晚上的，准备参加今天晚上的生日 party。希望能给老师一个惊喜，因为这是老师在创立心灵家园以后第一次跟我们一起过线下的生日 party。 那也欢迎线上的小伙伴和我们一起来线上线下联动，来给老师祝福生日。然后呢，哦，还有很多小伙伴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现场是吗？因为老师这边马上要结束了，所以我的直播机现在要紧跟着老师拍摄老师的一些看到另外一个准备现场，神秘的准备现场的进入到那个场域的一个表情，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了。对，刚刚比较早上线的小伙伴们都看到另一个会场，小伙伴们才华横溢的小伙伴们在准备的礼物。他认真的对，今天晚上的生日 party 的总导演是我们的嘉如姐，嘉如姐也都是经验丰富的，晚会的总导、总制片人。对，谢谢 Jane。因为老师的课程其实原计划，6:30就结束了，那老师还是给大家多。就是他老师每次上课都希望尽量要多输出一些内容，所以这边的课程呢今天有一点点拖堂，那老师还在给大家做介绍，所以我们等待课程结束就直接有几位神秘的小伙伴会把老师带走，我的直播机就紧跟随着老师的老师的镜头，因为现在老师在讲课，那我没有办法离老师太近，不方便做直播讲解。欢迎盖彦林进入直播间，欢迎弗兰卡，欢迎进入心灵家园视频号，欢迎付秋天的评选付长青、王慈、果爸，欢迎进入心灵家园社区视频号，也欢迎安，我是心灵家园的小猫，今天是我来做心灵家园社区主播，欢迎喜悦，好。不要离开哦，一会儿我们的生日惊喜 party 即将开幕，我们现在在等待老师下课。有的，今天课程是没有，这三个课程的小伙伴都可以看到回放。那我们现在心灵家园视频号现在只是直播课程的花絮直播，精彩的片段直播。那全部课程呢？是在小鹅通的平台上，那如果有购买那个这次海南线下课的都可以看到，在小鹅通上看到课程的直播和回放。我看一下课程在哪里啊，哦对，在这里，我先发出来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课程介绍。亲爱的小伙伴不要离开哦，我们的 party 即将开始喽。
指标就是说你赚到了。对，下面的购物，下面的链接就是我们本次课程，本次海南线下三个课的第一个，也就是今天的第一天已经开始了。新人家园财富共创实修营。每个达标的人。这个课程是五天的线下，在线上感受一下，在线上同步学习。然后前三名。第一名我们的奖励50万，第二名30万，第三名20万，这是额外的奖励。因为你们的付出啊，已经给所有人做出来了。欢迎暖心出。最终不在于他的结果，就像这个。好，因为我们这边的老师在上课的直播，隔壁的老师现在讲到哪一个环节了，什么时候结束，那他们那边也就开始准备起来。欢迎梧桐树，欢迎郭源，欢迎芝芝，欢迎暖洋洋进入直播间。对，这里是心灵家园的编号，今天晚上我们有非常的，也非常相信也是非常让老师难忘的一场生日 party 晚宴，是就嘉如姐带心灵家园的小伙伴们准备的给老师的一个惊喜的一个生日晚宴，也借此机会能大家一起有这样一个场域，可以跟老师做一个深链接，给一起给大家过，给老师一起，大家一起给老师过一个难忘的生日。让我们用心流状态感受一下今天晚上的生日宴会。好，我看到老师的课程似乎是要下课了，今天的要下课了，那看看一会儿是谁把老师会带到隔壁的晚会现场，也期待看到老师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感受。老师经常无论是什么事情都是如如不动的状态，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也是这样。上一次拉着老师逃课的时候，老师也是完全如如不动，没有任何惊诧的表情。然后我们重要的在于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好好玩的游戏，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信心，看到中间是不是并不容易，非常难，非常难。创业也好，我们可以从零件上去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它的这个所谓的成本，所谓的这些，其实都是来提升的，都是来增益的。甚至对一个亿万富翁来说，是不是别人都觉得他没有什么需要经历的？其实对他的收获是最大的。他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这在他的意料之外，说什么？原来只想参加个比赛，证明一下。后来自己投入进去了，开始在致力于对当地经济的一个振兴。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美国，伊利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就不用拖了，对，老师已经这边那个课程延迟了。工业化很发达，但是经济。你看到那个城市的建设，它房子那么便宜，所以说它也是很好的。所以也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小赞赞点起来。现场方案啊，就是这样。然后最后我们会出更多的文档，然后我们希望大家从明天开始，就带着一种。对，今天我们并不是课程的直播，因为离着有点远。老师在给大家讲，借由这个《百万富翁》的电影，讲解一下财富共创的核心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的难小和累，这才是人生。好，马上要下课喽！欢迎何英，哇，课程要下课喽，我们去看老师去。好嘞。因为今天时间比较耽误，太晚了，能影响大家的这个晚饭时间。好，我们现在跟进老师，好激动哦，我自己也好激动，看看老师会有什么样的表情。我们现在走进老师。今天是麦克老师的生日，所以我们给老师准备了一个惊喜，然后大家在这之前
对，就在餐厅，我们一起一个餐厅吧。几个老师庆祝生日，几个老师。啊，老师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大家都在祝老师生日快乐，好，那我们就跟着老师走吧。啊，我们现场昨天布置的世界杯现场，昨天我们是世界杯直播之日，今天是老师生日直播日。我们请几点开始？我们马上就开始，现在就开始了。Zack 是我们的台控，总台控。老师生日快乐，老师，线上的小伙伴，小宝宝，对，18岁的小宝宝，对，老线上都在祝福老师生日快乐呢。直播间好多小伙伴已经一直在给老师送祝福了。啊，谢谢，希望老师开心。对，今天麦麦是宝宝，我们要把他当宝宝一样。那我们把宝宝抱走吧。小猫老师抱。来，我请明涵主播把老师抱走。来抱着走，好，走吧，我们跟着老师去隔壁过生日喽。谢谢姐，谢谢小新，谢谢 Echo， 谢谢朵莲，谢谢天使的礼物。哦，刷屏好快哦，有点跟不上哈，请线上的小伙伴见谅啊。大家都好热烈，谢谢莫言，谢谢何言。还没准备好吗？老师哪要找你呢？这是还有这是啥个情况？还有个私事想咨询老师啊。大家看，主播说暖阳找老师，悄悄的说一下，也不知道是真找老师还是在拖住老师，不知道有什么情况。貌似两位元气主播和明涵主播在拖住老师，是吧？请元气主播老师交代，是不是阴谋？这是一个阴谋，是加州安排的阴谋。对，貌似不是真的。是不是现场还没好、啊？对，就是貌似这是一个阴谋，我们在等待老师。我们是假装跟老师。好，看看我们的暖阳宝宝演的怎么样，是不是真实？来，哈哈，看看我们暖阳宝宝演的好真实哦。貌似老师也没有看出来，愣了一下。是现在就去餐厅跟那个？对，是现在去吧。谁是清华？对，我们也不知道，就在隔壁，应该是都去隔壁了，去吧，嗯，对，应该都去餐厅了。所有人全部都去餐厅。对，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杀出一个这个局中局。放着吗？对，放着。别看着我，是专员。对，怎么可能在这个关键时候？对呀、啊，貌似暖阳怎么了？他时间在那边总没有仪式感，进来先过去。啊，请我直播机要跟着老师走。对，请那个明涵主播老师交代，现在是什么情况？想把我们赶走，那有什么目的？对，请明涵主播老师交代。老师，你人受不了的，小爱要活出大爱。你们这个胆子太大了，不怕被手撕吗？餐厅哪边？对，赶到赶到。嗯，好。我们在这看那边，我们就以老师的视角来看这个惊喜吧。对，我也是觉得我的直播机就是要一直跟着老师。你要不过去隔壁得多久啊？老师肚子都饿了。对呀、啊，老师也好辛苦啊。就看看这个是啥？大家知道明涵敲的是啥吗？再敲一敲，给线上的小伙伴看一看，这是什么情况啊？你们别用我，现在线上已经九好多人在等待，被人胁迫。被人胁迫。明涵耳朵上戴的，大家猜是什么？对，一看就要下岗了。对，明涵如果不这么做是会被下岗的，对吗？希望我下岗打一。你看小伙伴都急死了。你看都急死，希望明涵主播下岗的打一，那明涵立马就把老师带走。可以呀。大家都打一哎，试试，大家你可以下岗了。几个？对，大家明明猜是麦克风啊，咸鱼力好厉害啊。是不是对讲机？对，是对讲机。哎呀，咸鱼宝宝挺聪明呀。明涵是带的是对讲机，是跟隔壁连线的对讲机，明显就是一个卧底嘛。明涵是卧底。可恶。对。女妖精。嗯。受暴击可是，副导演太难当了。打一是啥意思？真想让我下岗。对啊，都是等着你下岗的，快点下吧。
这好想看隔壁，要如果老师时间长我再接看一下吧，因为我也等了好久了，线上的小伙伴也等了好久了，我趁着老师还被那个名寒主播局中局碟中碟中那个拖着的时候，我来带大家线上的小伙伴探秘。我也觉得等得太久了，连我都心急了，看看，哎呀，现在貌似热闹起来了，因为人已经全部来齐了，所以彩排的小伙伴们现在停止了彩排。啊，戴红又害羞了。太大了，太小了。啊，他们还在惊喜的在调，调字。佳璐姐，总导演应该还在给大家导戏，导播做导播，小伙伴们都来了，在期待今天晚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大家好，来欢迎大家，今天是麦克老师第一个线下的生日晚会，哇，这是我们的顺女，谢谢现场的一恒哥给我们做了好多很好吃的东西，有米酒。钟林哥也带了一个对讲机，这也是一个特务，我们可以，谢谢小辉哥，来看看大家，我们可以看到戴耳麦的、戴对讲机的是不是都是特务啊？谢谢。哎，欢迎进入直播心灵家园社区直播间视频号的小伙伴们，这里是心灵家园社区视频号，我们家园的美女真的是啊，都是仙女呀、啊，仙女们好。嗯，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这里是心灵家园社区视频号，我是今天的主播，我是小猫。看看要表演节目的，我们再来探秘一下哈。对，今天是麦克老师的生日，他晚上准备了课程，但是我们决定绑架他去逃课，给他过生日。三门老师好，三门老师拿了一朵草干嘛？要种草去吗？对。欢迎娜娜，对娜娜说的很对，全是帅哥美女。浩哥，啊，浩哥今天也是主力军。娜娜好，娜娜。好久没见娜娜。对，三门老师给娜娜打个招呼。小庄。啊，小庄，这是我们的首席摄影师，头牌。看看我们的总导演啊，老师要来啦，我要去跟随老师的视角，好，给大家探秘了一下。这也是戴耳麦的，戴对讲机的啊。彭总好，彭总是我们重庆社区的老板。好，我们看看老师，我们现在去找老师啊。咸鱼丽笑得这么开心呀。对，浩哥今天也好 happy， 浩哥唱歌，我今天才知道浩哥唱歌那么好听，今天大家可以用竖起耳朵听一听浩哥给我们的演出。我们这里哎呀好几个人咳嗽了。你都吃饭了你这啊，这是我们的水师清华大哥哦。借着这个时间我们采访一下水师清华大哥，因为水师清华大哥我是在断舍离群的时候就发现他提出的问题很多都很非常有调性，那一直没有见过面，好几次线下会我也问，就是水师清华大哥有没有来，我就来了啊。然后呢这次终于见到了，就请水师清华大哥谈谈这次来线下的感受。我一直就想来，就由于考虑疫情啊什么的。啊，水师清华大哥就是考虑疫情什么的就顾虑啊，所以一直就没来。后来我自己给自己这个定了一个目标，我在十月中旬我要加入共建者啊，然后呢我到十月中旬就果然的加入了。那时候呢我就决定再有线下课我一定不要错过啊，我说这个麦克老师这个在中国大陆待了这么久，有可能他回去之后呢再过了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所以呢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哎，而且我主要觉得这个麦克老师讲的这个线下课是和线上课呢是完全的不同，感受的触动的灵魂的深度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仅仅来了一天
啊，一天多的时间是吧？场域完全不一样哈。哇，就感觉到这个课的这个力量了。啊，这个麦克老师本身的这种人格魅力和他的能量也是也是非常的强大，所以呢，他讲的这些东西也是我们以前呢所不大那个注重的啊，拿着好了啊，所以经过这次课程之后呢，我就知道主要的财富，我记得麦克老师说过，就得去做事情，而不是停留在这个理论，停留到大脑中，必须去做事情。而在这做事情的过程中呢，就体验到一些个发现一些机会，体验到一些个人情世故的改变啊，或者随时来调整自己的这种方式方法和战略措施啊，这一点对我今后的对这种财富的认识呢更加深入了一层。哎呀，太谢谢大哥了，说的太好了，谢谢水师清华大哥。我今天呢只是第一天，还有很长的感受还不太多啊，以后我想会有更深的。5天之后再采访一下水师清华大哥。谢谢谢谢谢谢您。水师清华大哥应该来自北京是吧？对啊，是来线上有人在问哦，我们再看老师，老师被女儿国的妖精们围住了，咋办嘞？我们看看，跟着老师走喽。对，先生，我们圣僧不要走，圣僧请留步。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精彩时刻来到啦！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道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刚刚来，悄悄你们也在是你流流的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遥远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相信你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呀，就在这里呀。空一般短暂，像鲜花一样灿烂，是一个多美丽又遗憾的世界。我们睁着眼睛的笑着爱流着泪，我从远方赶来，不一年之约，是你留在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遥远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我在这里呀，就在这里呀，好感动是不是小
小伙伴们，大家是不是很享受？我是这遥远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陪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相信你永不能再回来。不惜死心呀，不惜死心呀。天空里亮着蓝色，它放在你眼前。我为你来扛，我不顾一切，我相信你永不能再回来。一路向光呀，一路向你呀，路上花一样短暂，路上花一样灿烂。哇！哇！大家有没有被感动到啊？我都有流眼泪了。今天啊，啊，我今天的主播已经也流眼泪了。榜一大哥，今天这台晚会，我们的总导演是加鲁平。我相信上帝造人一定是成双成对的，所以我寻找。我相信爱是必然中的偶然，因此我等待。我相信生命只有一次，为此我绝不马虎。我相信，相信你也有同感。我相信一定有一个人在找我，就像我找他。我相信一定有一个人守护我的心的另一半，他有着与我同样的目光，同样的委屈，在夜里守着同一份孤独。在孤独中幻想，在幻想中朦胧，在朦胧中见我，正如我见他。我相信一定有个人已经离我不远。当我急切地呼唤着他的时候，他也正急切地呼唤着我。我相信一定有一天，在某个美妙的瞬间，我们相遇并一眼相认。含着泪，他爱我，就像我爱他。
还有是来自四川的熊猫，我的宗旨和心灵瓜园的宗旨一样，我崇尚好吃懒做，贪财好色，不劳而获，所以我成了国宝。我的愿景很远大，奋起而躺下，永远做个吃瓜群众。是的，我的使命是种瓜、吃瓜、成为瓜。祝 Mac 老师生日快乐，感恩遇见您。感恩我们探索宇宙之巅。我们用毕生所学表达心中所想。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ike, Happy birthday.麦克，你知道吗？其实我并没有那么的爱你。嗯，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每次在想你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感动。我觉得我可以像麦克那样活。每次当我失落、受挫、害怕的时候，我可以像麦克那样恬静、淡然，像深海一样的包容和允许。嗯。如果有朋友想找我倾诉，每当我觉得他啰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可以像麦克那样，给每一个人更多的临在的陪伴，更专注的倾听，还有更多的允许。是啊，其实是的，我是想活成你那样，就像麦克特色的如是，所以我怎能不爱你呢？因为爱你就是爱我自己。生日快乐。Hello， 麦克老师好，很荣幸能够以这种方式来跟麦克老师一起过生日。首先祝麦克老师生日快乐，恭贺你生辰快乐。我相信有很多的心灵家人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老师的这种无条件的包容和爱。在我跟老师学习之前，我也是各种各样的担忧、恐惧还有不明。在跟老师学习之后，也是很明白的，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信念所造成的。也非常感谢老师给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去各自创造、发挥我们自己的长处。同时，也呼吁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心灵家园的共建者。我们一起去创造未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起，冷暖不确定，每个人都在人海里相遇，总是没道理。弄错后，轻轻说对不起，没关系。不论失去了什么，都没痕迹。每次让泪水流回心底，去灌溉梦想，开出奇迹。我要的坚强，不是谁的肩膀，怀抱是个不能停留的地方。这世界多拥挤，就有多匆忙，用所有的寂寞时光给自己鼓掌。我要的飞翔，不是携手翅膀，自由是个不能代替的远方。用旅途的孤单来收获成长，直到遇见了你，一起分享。哇，谢谢线上的小伙伴，谢谢大家，好感动啊！这是小兔子的，小兔子的，刚刚给我们四川的啊，小伙伴有小陈，广东的小伙伴。这是小兔子做的，谢谢小龙人，谢谢感恩一路有你，谢谢榜一大哥，对，谢谢卷，谢谢小心，小心，谢谢收尾，谢谢安梅，山也进来了，谢谢。我要的坚强，不是谁的肩膀，怀抱是个不能停留的地方。这世界多拥挤，就有多匆忙，用所有的寂寞时光给自己鼓掌。我要的飞翔，好棒哦，每个小伙伴都好有才华呀，我觉得自由是个不能代替的远方。用旅途的孤单来收获成长，只遇见了你一起分享。我要的飞翔，不是携手翅膀，自由是个不能代替的远方。是的，现在我也是都被感动到了。用旅途的孤单来收获成长，直到遇见了你一起分享。哇这个是兔子做的牡丹亭。我估计老师现在已经激动的坐不下了。谢谢莫言，谢谢。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麦克老师好，我是小猫，我一直觉得能跟您学习心灵成长，
见新的家人是特别特别的开心。在杭州，这是我自己的杭州。麦克老师，我今天在杭州的西湖，祝您生日快乐！西湖边上，祝你的大愿和使命早日的实现。我会永远跟随着您，一起实现我们的梦想。我对您心里现在只有感恩和爱，我会永远跟随着您。祝您生日快乐！彩蓝没有。麦克老师，生日快乐！我是来自杭州西湖的赵可可，对，我就想表达您祝您然后生日快乐，然后小毛老师说还要再来一句，那我就祝您天天开心快乐。麦克老师好，我是杭州感恩一路有你，今天我们杭州社区的小伙伴杭州西湖边祝麦克老师生日快乐，同时也非常的想念。感恩麦克老师能够早日来到我们杭州心灵家园，感恩有你。麦克老师，我是殷叶君，非常感恩在那个茫茫人海中能够遇见麦克老师，一切尽在我眼中。对啊，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比较长，今天是个好日子，祝麦克老师生日快乐。一切顺顺利利，一恒哥，谢谢麦克，也是我们来自杭州的一恒哥。感恩遇到您粉丝，啊，这种感受真是暖到心窝里。中校在线上哦，在您的陪伴下一路成长，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再次祝您生日快乐，然后请你欢迎到来到杭州，然后请你天天吃猪蹄子。嗨，麦克，你在我心目中你是我的老友。你是我的男神，同时你更是我的心灵导师。今天是你的生日，虽然我不能到现场，我想通过视频来跟你分享老师生日快乐。我们的大奔烧了，小心那个项链，喷水。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dear Mike. Happy birthday to you. 对，杭州的小伙伴好多，还有一个花篮，祝你生日快乐。恭祝每逢寿与天齐，庆贺你心肠快乐。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心灵家园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何妍，我在江西南昌问候大家。我是前年的暑假第一次听到麦克老师讲解的赛斯书，随后呢又听了老师讲解的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非常的开心。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逐渐的深刻的体悟到了我是谁，所以生活呢也从以前的架构一的状态来到了现在架构二的生活状态。这是一条喜悦的丰盛的旅程，可以和心灵家园的小伙伴们一起同行，此生无憾。祝愿心灵家园的小伙伴们每个人都能活出爱，成为爱，传播爱，小伙伴都好带着我们内心创造的狂喜去体验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剧本。就是，感恩麦克老师，也祝福麦克老师生日快乐。麦克老师生日快乐，是的，祝你永远年轻。这一次特别兴奋能够在海南见到麦克老师本人。谢谢慕言，我爱麦克老师，谢谢，我爱心灵家园。谢谢活在当下。大家好，我是淼淼，今天是麦克老师的生日，我祝麦克老师生日快乐，万事我们将心想事成。我非常感恩麦克老师，他在我心里就像是太阳，温暖人心，照耀四方。麦克老师，我爱你哦。麦克老师，这是我的女儿小西，她也想给麦克老师送去生日祝福。淼淼，我们的淼淼。大家好，我是小西。谢谢明明。今天我要给麦克老师说一个话，祝麦克老师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哇！啊，又是新的一年，秋风来啦！祝你生日快乐，有你真好。卡姆萨米达，查拉米达。哇！
克老师祝你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多谢你。麦克老师你好，我是来自武汉的杨洋，非常高兴能够加入到心灵家园，也一直非常的感谢你，祝你生日快乐，愿心灵家园的小伙伴们和心灵家园都越来越好。亲爱的麦克老师，今天是你生日，我衷心的祝愿你生日快乐。麦克老师您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燕，很感恩遇见您，也很感恩我有幸能加入心灵家园。首先祝您生日快乐，谢谢您对我们的付出，同时也祝愿我们心灵家园越办越好，祝所有的家园的小伙伴们健康幸福快乐。祝我们亲爱的麦克老师生日快乐，爱你哟。给我开启了灵性窗口，让我知道身心灵同修是多么重要。所以我们小伙伴们一起祝麦克生日快乐，麦克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们在杭州太子仙祝麦克生日快乐，生日快乐。Hello， 麦克老师，生日快乐。这是我拍的第11个视频。然后刚刚我还一直笑着拍，但是拍着拍着不知道为什么会哭起来，我觉得是因为很感动吧。我觉得你，我现在在一个非常充满阳光的房间里，我觉得你就是我身后的那一道阳光，照亮了我。太棒了！给我写过一句话：做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唯一的事情。谢谢你，爱你，爱你老师，老师生日快乐！谢谢大家，谢谢，太感人了，也耽误大家吃饭了，都饱了，好吧，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对。好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开始吃饭吧，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其他的活动。还有什么？好了，谢谢大家，辛苦大家了。好，美女们。再见。哈哈。您的暴富已经三成，暴富已经变成了，已经富了。哇，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宝宝，麦宝宝，今天好可爱。对，坐下就放这儿好了。哇，老师给我们切蛋糕啦！老师好感动，刚才，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非常，我相信所有听过麦克老师课的小伙伴都能感受到，从在老师这里获益的太大太大了。所以在这里真的是每个人都真心诚意的在感恩老师对我们的付出。所有认识麦克老师的小伙伴都知道，老师真的是在用无条件的爱和包容对我们的支持。感恩老师，快点坐下吧，一直站着。线上好多小伙伴心疼老师，说让老师坐下吧。大家好，现在小伙伴。好，坐一下休息吧，老师来。好，老师，对，现场都说让老师坐下吧。好，那各位小伙伴，我们的生日 party。是的，现场的小伙伴每一位都激动的哭了，因为老师，从跟随老师到现在，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麦克老师的这种爱，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和包容，还有，谢谢明明，还有对我们每个人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几乎所有跟随麦克老师学习的小伙伴都能真的都是在自己的身上发生了很多神奇美好的事情，而且都是能都是得到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自己前几天拿出我们在讲师班一期和四期和现在的照片的对比，
每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都变化那么大，连佳璐姐都说，哦，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的就是状态啊什么，不看照片都自己感受不到，包括我也是。是的，活在当下，老师哭了，老师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相信老师，因为老师真的是，别看老师是个男生啊，真的是特别的感性。有一次老师看一个爱情的 MV。那个 MV 他应该看了很多遍，还是每一次看都拿着纸巾说快给我擦，快给我多点纸巾擦擦眼泪，都是真的是特别感性的一位老师，然后又有充满了智慧。言情，那我们的直播先告一段落。好的，先生，那不辛苦了，特别感恩大家看一下我们美丽的小猫，不能伤害别人，谢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美女小猫老师，今天辛苦小猫老师了，还在一直给大家全程的直播，已经有快两个小时了。也让我们一起更爱老师，爱家园，最重要的活出自己才能是让老师最大的安慰。谢谢。对，小猫老师太美了。小猫老师其实我跟他其实认识已经很久了，小猫老师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感恩感恩，所以我觉得小猫老师一个特别幸福的人，他的世界全都是对他特别好的人，因为他内心就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善良的小猫猫。是真心的，因为这里所有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让我感动感恩。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先到，好的好的，明天见，明天见。宝宝们谢谢大家在直播间跟麦克老师过生日，谢谢大家，我们都爱大家爱老师，我们一起共建家园，拜拜，拜拜，再见，辛苦了，言情。